Hello。这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什么？为什么会怎样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 TNT 好像长得怪怪的？你的 TNT 怎么了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一块是怎样？为什么 TNT 有黑紫块啊？黑紫块。啊，感觉像显示错误哎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杀掉这只绿色绵羊喽。啊，随便随便随便。绵羊对对，我没有看，死掉了。瑶是我最爱看的实况组之一，然而你的 ID 是悄悄第一名 ，QQ QAQ， 好难过，超坏的。瑶是我最爱看的实况组之一。哎、欸，瑶现在真的是刺猬。啊，对啊，很帅。身为一只刺猬，屁股重一件，哪里都重。材质包缺陷，有人说是材质包缺陷。之后还会实况 RPG 吗？可能恐怖的会比较多吧。我们这边 TNT 会不会太多啦？会啊，我们应该就一个红石火把插下去，然后让这边炸了才对。我可以用剑啊，我有那个燃烧。都说是之一了，哎、欸，罪跟之一是冲突的吧？罪跟之一是冲突的吧？没有，他就是说他喜欢很多，但是其中一个是乔乔，还是其中一个是你，但最喜欢的是乔乔。Q。谁要去办一次账号？瑶是第一名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做，他们一定是什么瑶是第八的七名之类的。哦，谁啊？在飙车？就你那边啊。等一下，我在想。成为炸弹客，嘿、欸。各位，我们来炸这个岛好不好？你真的要炸吗？问观众啊。哎、欸，你附近有库利帕？哪里？在彩色岛。彩色岛哦。啊。有核心 啊，核心已经拿到了。啊，你不是很会？好，我去板壁好了。在凶什么？啊，你不是很会？你不是害我超多周目的。TNT 我放在空的箱子哦。好啊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TNT 要啊？哎、欸，他们说有人说要有人说要炸，大部分都说要炸，就突然一个人喊了不要。炸本岛啦！等一下啦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也是本岛，可是我们放了很多 KC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把绿色羊毛丢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哎、欸，没关系啦，这边还有绿色的，你们不要这样吓我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坏哎、欸，人家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？是吗？他不是说捡到就好了吗？好吧。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成就写什么。他等一下之后要放成就那边就死定了。不是，他写把绿色绵羊剃毛 and 灭口，没有说要把羊毛留着啊，他是说剃毛 and 灭口啊。哦、OK。我想要有一个箱子全部都放羊毛 OK 啦，不然家里脚下这么多绿色羊毛，你们在那边吓谁？TNT 你放哪？我放那个空的箱子，我等一下想要也把那个其他空的箱子。你知道这里有几百个箱子吗？有空的啊，刚刚空的啊，你刚放的那个啊，异世界的那个箱子啊。好啦，我带16颗在身上就好了。我想要放其他东西。我带16颗在身上。等一下，有点热。有点热是吧？对，啊，放错了。哦吼！跳下去，把窑炸掉吧。OK 的。你们真的让我体会到三人成虎的可怕。明明就没有什么，然后就被三个人以上这样八七刷下来，我真的以为是我错了。这是成就的象征，对啦，是象征没错啦。可是有没有留着就没必要。都早上了，你要睡，这是要早上还是晚上？这是要早上。好，睡，我睡了。你不喝一下水吗？好，我喝。闭嘴，妈的，给我闭嘴。呵，早上了，又是一天完美的一天，耶、yeah, 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岛呢 ？Hello。嗯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岛？我想一下。好，我一边想，我一边念一下观众留言。他说：“你是我见过最常回答观众实况组，哎、欸，你钓鱼超成功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看这一句？”超成功，成功，要不愧是八七教教主。哎、欸，这是一种荣耀，好不好？八七教教主，我想要去黄金砖的岛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其实也没有多荣耀，哎，你看，万一人家。那个假设实况组真的是一种职业好了，哎、假设实况组真的是一种职业，然后你以后你要去那个应征别家公司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说，哎、欸，我曾经当过实况组，
但是我是八七教的教主，我开实况的时候观众都一直刷八七，谁敢录用你啊？谁敢录用你？哪有，说不定这样可以让什么就是公司的产品曝光率非常高，因为大家都一直洗八七的、啊。屁耶、欸，除非那家公司叫八七公司，那就等你开一间八七公司咯。哎呀，我也不错。那以后开工作室叫八七工作室好了，然后再也没有人敢来我的工作室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觉得我今天一直铺错路，非常的不 OK。你一直铺错路啊？呀、yep ，你键盘歪了。键盘是滑鼠歪了吧？哦，好啦，都可以。你要铺去哪里？哦，我好想打嗝哦，等一下。打？不要啦，就实况中美。你还要 care 这个？你还会 care 这个？哎，拜托，我很注重礼节，好吗？是形象还是礼节？讲清楚。礼节。真的？那你可以关麦，然后打嗝。不要，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是吧？真心不骗，你刚刚讲普骗吗？普骗，电脑歪，在骗，电脑歪是怎样？电脑歪也太惨了，就是电脑歪，所以铺路都铺歪这样。等一下还有什么？好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黄金砖的那个岛。黄金砖？为什么？不是去过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去过啊。哎、欸，还没、欸。等一下你铺上半砖哦，那要插火把哦。嗯，我下面转下半砖了。你真的很厉害，你真的超厉害了。这个只有我在意外的时候才会变这样，可是。不，我真的超不会铺路的。啊？我超级不会铺路的。为什么你最近开台都没有跟法师一起玩？他不是在实习，你以为多少人都找得到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今天应该回来了吧？你要看人找不找得到，我哪知道？今天不是平日。吓死我了。今天不是平日吗？被哭公攻击呢。好啦，不，他在，反正他在实习啦，哈。哎、欸，瑶，你有没有剑啊？打一下那一只。有啊。哎、欸，然后你自己跳去了。不错啊。那你就继续扑啊。安南，可以炸掉了吗？不要，物资都还在那岛上，炸屁哦。安比要开始学习铺路，我要学的东西非常多啊。我改了，瑶都不看，瑶第一名，哈哈哈，是瑶。边背唐诗哦，唐诗这个离我年代好久了，我的妈！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个石头砖了，我要回去再弄。可是我也没有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就回来弄啊，我可以做木头的。好吧。不好。你就打一个瑶绝对会注意的看的留言就好，你这个也让我蛮注意看的啦。边缘人哪有？我就已经跟兔子一起玩了，还边缘人是多边缘？我前一天一个开台，我前一天自己一个人开台，就他们都一直说我是边缘人。哎、欸，我哪里边缘？自己玩游戏也可以好好的，不是吗？瑶，你有没有剑啊？有啊，你要不要干脆用木头的、啊？可以，我是用木头啊，可以帮我解决一下那只枯弓吗？解决一下。铺个路一直被打。可是我剑只有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剑好像也没了、欸，我只有六支剑、欸。箱子也还有啊。哇，这里是不是跳不过去啊？不行啊！我要下去，下去！快点！剩下我 cover 你。快点，他有冲出来，我在那个。呵，应该快到了。你不去 party 超边缘，干嘛？他就没有办法去。这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拜托，哎、欸，就那一天就是因为很难过，才一连开台开了4个小时，然后你们又要拿这个痛处戳我，就是因为有事不能去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不去是干嘛？谈恋爱哦、喔。因为太刺激了。对啊。好啊 ，OK 啊。看一下啊，对啊，自己一个人开了4小时，就是因为那一天很难过。好可怜哦、我打到瑶了、欸，对不起。哇，你居然烧我，你好意思？对不起、啊。这里面太刺激了，你在不客气个什么啦？你居然烧我，你好意思？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烧你的啊，我是有意烧你的，不。QQ 哦，这箱子该不会有 TNT 了吧？我现在非常害怕 TNT。哎，又有书哎，作者的秘密是不是？我外面有垃圾车。不，幸好 Pagan 这种 Matcha 逃出来了，但。我们的兄弟线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但为什么要在这么重要的东西上面放上金砖呢？哎呦，金砖下面有重要的东西哦。哎呦，哎，那边垃圾车声超大的，现在要到垃圾了。这边有骨头，好多骨头，要拿回去种那个吗？哎，有钓竿哎。
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没有拿。哎，有皮革，三个皮革。哎呦，还有一堆金币，有超多金币的。真假啊？这边是干嘛？哎，这边皮革又有哎。那你可以做书了吗？怎么样？你看我，你看这个箱子啊，这个这个。等等哦。这是你摆的还是他本来就这样啊？他摆的，这老梗玩不腻耶。燃烧脂肪会瘦会瘦，要我再帮你瘦身呢，你不懂。屁耶，瘦身瘦身，假晒假晒。这水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白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上不下来就上不去了，是不是？好像上不去耶，你要挖掉一个，你要挖掉一个。可是我没有那个我没有火把嘞，没有火把。我先回家一趟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要下去做什么？我要下去。不然你要拿火把做什么？我说我回家呢。你要拿火把做什么？没有要做什么，只是觉得东西有点多，我先回家放一下。有钓竿，下次就可以直接把怪勾下虚空了。哇哦，这招好高招啊！是蛮高招的啦。你是想要表达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什么啦，你好凶哦、喔，都凶我。没有啦，误会了误会了。好啦，没有，反正 LAN party 那个，我不是跟谁有心结之类的啦，就真的是家里有事不能去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所以就可惜啦，因为听说这一次办的蛮好的，没有去到蛮可惜的。蛮好玩的呀。对啊，好啊，你们都知道了，就不要拿这个刺激我了。我也很想去，好不好？超棒的哦！对啊，啊，就那个啊，反正就是家里有事，没办法。哭哭。下面有什么、啊？下面有什么？我要不能呼吸了，我要不能呼吸了。你要不能呼吸了。等一下，下面超暗的，好多箱子，好多箱子。你在哪里啊？你是顺着水下来吗？对啊，我顺着水下来啊。这边真的有东西吗？等一下，有一格要挖掉，这一格必须挖掉。看不见了，跟瞎子一样。我也看不见了，重点是要溺毙了，要溺毙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真的会死人。要死了要死了，开始扣血了，开始扣血。不，这样真的会死掉，不行。啊，应该要做木门的，我们刚刚应该要做木门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可是这边感觉没什么上不来上不来。啊，死掉了。白痴，居然溺死，太夸张了吧。应该要做个木门的。好，你去做。我想说靠火把来呼吸就好了，可是火把就是没有办法补啊。哦，我们走错路了。有人说阿比有没有啊？没有哎、你说什么？有人说阿比有男朋友吗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我好了，没事，不要唱歌。为什么不要唱歌呀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都没有东西啊！这箱子里面，我好想要把水堵起来哦。不是，他该不会是说什么底下有东西，然后就故意要我们那个把它下来？可是其实根本没什么，没有那么邪恶吧 ？What the fuck？ 作者应该没这么邪恶才对呀。开学的东西，好啊，好啊，加油！作者应该没那么邪恶，搞不好他前面只是故意给我们尝甜头，然后现在要报复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坏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作者啊！我看起来像作者吗？你超凶的，你凶什么？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个弄下去一定会死，这一定会死。有够凶，有够凶，不行，这会死，这真的会死，真的会死哦。要挖快一点，要挖快一点。原来这样子，原来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在哪呀？靠！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知道怎么进来了。你知道怎么？他那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你可以不用被水淹了。真的、对，他只是你就靠近边边，然后把墙壁挖破，然后站上墙壁就好了。不行，我现在真的看不见，我在水下视力超差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现在做了一个木门，然后我就看不见了。有没有这么严重啊？这附近有什么？你说把边边挖掉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让它不要那个。呵，不行，这样会改变它水流的那个规律。方向吗？这个，我的门，不是我的门嘞！我的门。不是，可是这样子，这边也很难弄。
哎呀哎呀哎呀，要死掉啦！快插火把啦！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哦！我按到，我是不是按到？我按到储物箱了，然后里面有一把钻戒。插火把？有啊，我有插。UHC 岩浆牛八七的什么东西？瑶瑶第87名，做个门，还要做个门给瑶哦。不用啦，不用，我自己用火，我可以好，我一个人好好的。好好的，我刚刚其实有开到箱子，可是我死掉了。所以里面有东西吗？有一把钻，我好像有开到一个有一把钻剑的。有一把钻剑的，嗯。那再去啊，再去啊。丛林木门跟木门一样吗？一样啊。多两个字就不一样，它长得非常的不一样，它长得非常的神奇，你知道吗？它长得超酷炫的，有钻戒的，超酷炫。好吧，那交给兔子找好了，我实在没有很想找什么。可是我下去就死了、欸。为什么啦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水底下，这个好浪费时间哦。不是，因为重点是你下去，然后你找到那个水流的规律了，但是你只要又把那个挖开，它水流规律又被破坏掉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的门在这里。有人说我很缺钻剑吗？有人说我很缺钻剑吗？其实也没有，说只是说不定那一个刚好是就是核心是成就，有没有？门在哪？钻剑会是核心吗？不知道哎。我们刚好好像还没找到这个岛的核心，对不对 ？Maybe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87苹果就好生气哦。87苹果。对啊，就是他用那个苹果排一个87出来啊。好，我现在看得见了，那这里是。啊，喜欢我名字的人请打87哦，这个超钓鱼的耶，可以不要这样钓吗？不要钓鱼哦，钓鱼只有我可以，懂不懂？不懂。像这样。不行啊，我在底下我真的看不见什么东西。真的假的？是有没有这么惨啊？我视力就真的不是很好哦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啊、还是我帮你做个，家里有南瓜吗？我们来做个什么南瓜灯之类的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刚不是有打到银石灯吗？嗯哼，我来，我帮你。你为什么要放一个门在这里啦？怎么办，秋姐？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？你的银石粉放在哪里？应该是箱子里吧？如果有就是在箱子里。废话，箱子里超多的。你在开我玩笑吗 ？Yep。Yep。不行啊，银石灯好像只有一个而已。真的哦。真的看不见啦、啊，不行，我要上去了。好啦。我现在是在网上吗？我现在是在网上吗？干嘛？白痴！你们不要挑战底线嘛！有人说，咬你指的钓鱼，咬你指的钓鱼是这个吗？等于，然后就被分掉了。白痴！你为什么？你们以身试法嘞？不行啊！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子，先插一堆门。只有一个真的太暗了。钻石头盔就可以那个吗？他不是要附魔才看得到？嘴中呼吸啊。对啊，还有蘑菇汤耶。你拿可以拿。只有一碗是要干嘛？凶我。我哪有凶你？好啦，那我们来做那个好了，我们可以做附魔台出来了。可是附魔台。啊？要做什么？对啊，可是附魔台做出来归做出来啦，能不能附到最高等还是一个问题。哦，我又下来了。重点是我们现在怎么弄到最高等？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个等级而已。你说现在？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既然你看得见嘛，那底下的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再趁机推脱我，不要，我不要。不是，我真的看不见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真的，我在水底下真的什么鬼都看不到。好吧，那我做几个玻璃下去盖个空间插火吧。好像这也不错啦。不是要做玻璃，何必啊？就是问题是要盲做有没有？下去然后开的盲点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这样。做玻璃下去插火吧，这是真的不错。附魔台。你想放哪？我真的很犹豫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本岛之后是要那个。就是炸掉哦，对，本岛之后是要掰的哦，各位。附魔台哦，不然就放煤炭岛那边好了。哦，因为我的头盔不是钻石的 ，OK， 懂了。不是啊，刚刚有观众叫我做头盔，原来是因为他是发现我的头盔不是钻石的。哦，他意思是你没有脑子。在那边。我头
偷看一下，这样可以付到多少？这样只能付那个啊，付到六等而已，这是差太多了。怎么做鞋子啊？啊我忘记了，每次都忘记怎么做鞋子。None。到底怎么做？哎对对。现在告诉我，我是个智障，我真的不会做鞋子，是个不会做鞋子的智障。到底怎么做鞋子啊？应该长什么样子？就是排一个鞋子的图案啊。鞋子的图案是什么？我来。超有障碍，对于合成这一类超有障碍。我来帮你，来过来这边看，哦，看好看好。放错了，不要笑了。这是工作台的九格有没有？然后放这四格。哦，真的，这四个。对呀。啊，哪四个啊？我的妈！好了，做出来了。故意找茬吗？做出来了，谢谢姚大大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又在铁口铁，这是要铁。铁口铁。那個、要一四三六 ，OK。要赚口赚的。上次姚为了告诉我怎么做，你上次是教我做什么盾牌是不是？他那边铁口铁，口口口。啊，这样你才看得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一个大吗？我的皮革九个哦，九个，九个只能做十，我现在有十本书啦，十本书哦，可是十本书很少哎。十本书，所以只能做只能做三个书柜出来。这样啊？对啊。怎么办？图书馆管理员，谢大哥，谢大哥，我这个最不爱看书的，居然拿到这种成就。赚口赚，亲爱的，赚口赚。我刚听到。我要拿着我要拿钻石跟一股求婚。等一下啊，应该是这一格没错，对，好，这样可以付到几等的、啊？可以付到八等的了，还是很弱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总共要十个书柜，哎、欸，我们找一下有没有书柜倒好了啦，这个真的太少了。对啊，太少了。还是我们晚上了要先睡觉，然后隔天再去别的地方。好啊，没问题，睡吧。睡吧。酿造夜市药水，水中呼吸药水就可以了。我要喝水，闭嘴！我知道你们要算了，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，我不喝水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连清浴，我连清浴，安尼会使不？我也想喝水哦，我觉得喉咙不太舒服。可是我去装水，等下又有一个瑶瑶在那边，兔子你在尿尿哦。你赶快去装啊！你赶快去装，我去找啊！你装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真的、啊。喉咙不舒服不要硬撑啊，会有永久性伤害。好，我去装水，不要在那边说我尿尿哦。好了。我看一下，那个很像书柜是不是？他声音真的很像尿尿。我就偏偏不喝水，怎么样？哼，我回来了。你好。好，我们去哪一个？这个是书柜吗？感觉像又感觉不像哎、欸。